开这种慢车虽然是虽然是好操控哦。Y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Rubrus 时间，再度回来我们的汽车经销店大亨。那我们今天呢应该就可以把它盖完，因为我只剩下一点点。那有很多观众呢叫我去挑战什么越野的啦，或者是其他的关卡，那个赚钱会赚得更多。今天呢我一定要买到一台绝世神车，绝对不能尬输人家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。今天我们就来突破个2151个赞吧， Go！ 那我们今天呢，除了把这一栋盖好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大的目标，就是要来买一栋100万的房子，有没有？这一间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，下面这太贵了，这个1000万买不起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现在已经存了100万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要盖哦，所以我们先来把这里盖盖吧。现在外观呢已经把它弄成这样子黑白色的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显眼，之前红色的看起来有点痛苦啊。改一下名字，阿杰车业，蓝色字挺帅的吧。哎呦，它里面也会有哎、欸、很帅哎、欸、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还剩下第九台，这个位置还没买，这个居然要30万。Oh my god！ 现在已经写说没有任何可以购买的东西，你的经销商已经完成 100% 了，太棒了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花了30万买的车位。那上次有一些车款讲错，各位拍谁拍谁？他应该是在中间这边。哎，那怎么有观众把车子停在我的位置上面了？就是这个位置啊！哇，他的车这个感觉是很快的。我们接下来要来买车了。我跟你讲，车子哈、哦、买一般的已经赢不过其他人了。因为他们的钱都太多了，而且车速都非常的快，所以我决定就直接给他拉到最下面，速度498，厉害的啦，800块，凯瑞有点贵哦，但他这台要3级的车位，所以我这边哦必须要改一下，我去楼下好了，去楼下，好来，第九格哦，我们要升级，哇，升级一次要10万啊，哇，12万5，我等一下离100万又更远了，好，剩下三级了。那我们可以把第九辆放上去了，是吧？我们的柯尼格纯粹帅啊！这个一台多少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一台80啊，有高贵一点点了，一台80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一场这个环岛赛，跟他们说尬车啦，环岛赛啊，看一下这极速多少。哦，有330级，哦，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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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应该可以赢他们了吧？好，来吧，开始对上的是野马。我们看一下起步快不快？哦，起步很快，一档快要100。我们等一下还有其他的，像是越野赛啊，还有什么个赛车场的之类的，我们等下去试试看，再试呢跑起来到底赚不赚钱。那不得不说，这台真的好快哦，400多哎，460哎，哦，真的好快哦。跟我之前 GTR 好像只能跑300出嘛，300多而已哦，一圈了、欸、已经回来了、欸、你看他跑一次多少钱，你们注意看哦，一次是2000块耶、欸、这样真的赚翻哦，1946 2110这样子。但是这台呢不晓得跑越野行不行，可能会疯狂弹跳哦，我也没去过越野的场地啊，越野就在旁边，在旁边，我们等一下过来看看好了。结束，哇，12000哎，不错哎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再度跟野马去越野的这里好了，我换别台好了，我换一下 i8 来跑越野，看看会怎么样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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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8 我也没开过哎，但是 i8 我说实在，我觉得它这个配色哈是还蛮好看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款游戏哈就是人太少，如果人它可以像那个佛罗里达州那个那么多人的话。那玩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。好了，到了，我们到越野赛了、哦。有人在跑、欸，有人在跑、欸，哎，这个这么跳用超跑应该不好开啊，速度太快，人家直接飞出去就好笑了。现在先等那一个人开完，我们再继续。好，来了，各位，5个人哦，帅，5个人一起跑越野赛，我们开 i 吧 ，Let's go， 电动车加速应该起步会比较快。哇，糟糕了，哦，这好跳哦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开 i8 还行哦。哇，这一幕很晃哎，嘟嘟嘟嘟嘟，糟糕，看来还是要开快车才可以。开这种慢车虽然是，虽然是好操控哦，但是呢，你却翻车了，我笑死我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他这个转弯很像我们的山坡甩赛道？哎、欸，我第2名啊，可以啊 ，i8 跑越野没问题啊。
结束。第二名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拿到25,500哎、欸，难怪大家会说这个比较赚，这个比我们刚刚跑那个还要赚哎、欸。来跑主力赛，他那个就是有点像那种0-400的那一种。跟我换车了，这一次只能两个了。好，来换我们了，来 3,2 有没有像我的夏季机车那个感觉 ？Go， 看看我们几秒能不能够刷新刚刚的速度呢 ？OK， 终点接近300。7,000块，哎、欸，这个感觉更好赚哎、欸，这跑一下下就赚7,000块了，哦，7秒77啊！我们去另外一个赛道，好，我跟你走，走，他带我们去，他带我们去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个3圈吧，4台比环形赛 ，Let's go！ 哇哦，一台排后面，2、1 ，Go！ 起步加油啊！哎呦，这个真的是赛车场那种感觉哦！哎呦，路面比较光滑哦，水哦，内侧过弯，加油，看能不能拿到第一名！我脊椎在后，脊椎在后，啊遭撞，8字弯！哦，追得很紧哎，加油！哎呦，第二圈 lap 2， 我要追得好紧哦。要被超越了 ，QQ 了，快点快，我们抓紧机会，尽量找那个内侧啊，糟了啊，糟了啊，打滑了 ，GG 思密达，糟了，累了累了，只看得到他刹车的烟啊，看不到车子啦，惨了惨了，哎呦哎呦，又一台来，又一台来了，我现在是第3名了，不，哦呦，这个弯真的是要命啊。哇，第二名啦、啊，这个也有21,000耶。基本上、啊、这台说实在还是很快，还蛮好用的。那接下来最后的目标，我们就要来买我们的房子喽。哎，直接涉水而过好了，这比较快。哎，所以我出800，不单单只是只有这一台，其他的也有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到了 ，It's my home。那我要把车都换一换，我先把这边的等级升一下 ，Jessica。第二个也把它升一升好了，然后可以换成这台，哦，这样子比较帅啊！楼下的店面看起来就是超跑，帅，你就来买房子喽！100万的 ，Go， 走吧。哦，这台更潮，不过这台好帅哦。哦，对，怎么那么帅啊？我觉得这台还比我们刚开那台还帅、欸、哦。这可以看第一人称吗？不行哦，只能这样哦，看到我的 LinkedIn 在转动而已啊。哈哈哈哈。我来看看100万的房子在哪里，应该是红色的吧，对不对？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吗？100万的呀！哦，有了耶！把车停好，把车停好。好，来啦，我们来进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买的豪宅里面长怎么样。呜呼！哎呀，大家一起可以坐在这边吃饭聊天呢，是吧？啊，所有饭桌，哎呦，这个都可以打开的呢。哦、这是床啊，哦，双人床，还有 TV 的呢，外面还可以看得到你的车子是吧？问他们有没有1000万的房子，有的话我们就去看看。哇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哦，他居然还有1000万的房子，不愧是后亚郎的小姐姐啊。哦，在对面哦，哇，门当户不对啊，好高级哦。哦。车库自动门，走，来看我们的车，把车子停进来车库看看。停车模拟器，那个变态翻车翻在里面，应该有点难度，要停完全部有点难。OK 了，剩下你了，真的可以耶，那个关一开，参观你家，哇，好大呀，然后后面就直接来后院哦。后面还有游泳池哎，哇，舒服。然后这边就是，哎，他们的饭桌好高级哦，中岛超级大耶，中岛好大，然后饭桌在这边，然后还可以看到整个环境这样子，哇，好大哦，这里面又有房间啊，哇，又另外一套的卫浴，二楼的卫浴，哇，它还有阳台哎，然后隔壁又是一间房间，来，移车了，帅啊 ，everybody。一个车库可以停到这么多辆超跑，真的是太帅了。
OK， 跟我们今天的车子经销店大亨就到这边做个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一个部分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熊人频道也记得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215一个赞吧，我们就下次 Roblox 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